好球啊！呢个时候桃田贤斗二比五，冇错，呢个时候又一板追身嚟自桃田贤斗嘅。好似有位球友話齋，姜仲係老嘅辣嘅，係唔係咧？睇完咗比賽先知嘅喎。好波啊！好高質量啊！有機會啊，桃田走呢個時候係啦。有機會啦。呢場波應該都係幾精彩嘅，我哋目前嚟講，我哋見到兩位球員嘅發揮都相當之唔錯，非常精彩嘅網前球啊！李宗偉發火啦，但係殺唔落啊！八比九，比分只係落後一分啫，而家桃田二樓好高質量嘅網前球啊，雙方都好靚啊，有機會反擊。李宗偉冇啦呢一板，咁期待啊！雙方兩位球員帶俾我哋大家，亦都係一場好精彩嘅比賽。目前嚟講，来自桃田的十比九啊！桃田有呢个时候反超一分，有啲麻烦啊！讲李宗伟，开始又见到琴日嗰个桃田二楼翻嚟啦。所以咧，就真係好受歡迎嘅。咁啊，最後呢個放機會啦，冇錯啦，但係呢球好彩。机会球啦，但系呢边桃田二斗嘅挣扎能力都非常之强啊！慢慢形势又掹翻过嚟咯，有啲麻烦啊！李宗伟呢个回合，质量真系好高，双方嘅球，最后都仲系李宗伟攞。
今日睇咁多場直播，可以講係機會啦。14-16。不是的話就很難教了。非常高質量的放網，李宗偉機會了，發手過度後雙方都很磨得，都很有耐心啊，兩位球員都真的前場球對壘都挺精彩。好球啊呢板，哎呀呢球其實李宗偉呢球麻煩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飛冇錯啦，又攞多分添。偉哥加油啊，真係要多扳兩局嘅，好難講㗎，所以呢場波仲係應該出得底都有啲攰啦，輪到我注意力都唔係好集中啊！呢個時候，好球啊！李宗偉啲機板頂得真係好靚啊！那邊投田延斗亦都唔好受啊！我哋見到李宗偉嘅節奏好似慢慢又攞翻嚟嘅喎。好球啊！你又有機會啦，係啦，冇錯，今次就唔好再。哇！陽放俾你睇。反手過頭的球，
嘅。以呢兩位球員目前咁嘅風格打三局真係攰死人啊！陶田賢打個重殺，結果李宗偉守得都非常之好啊！我見到陶田友好似想加速啊！留意啦，開始加速啦！又慢慢落嚟啦，因為加速無效啊嘛。好高啊！10-7啦，呢個時候，陶田賢斗11-7啦，入咗今日嘅半決賽啦，亦都係。今日晏啲時候，如果歐錦賽有安賽龍嘅直播，我都會同大家直播嘅，大家留意一下啦。幾點鐘我唔係好清楚啊，到時睇啊，留意。坦白講啊，日本湯杯都好犀利啊！如果而家咁嘅情況，飛八陶田賢斗有6分嘅領先優勢。真係後浪推前浪啦，你仲會有啲咁嘅感覺啦。有個安松來算啦，又有個陶田賢斗而家，仲有個機會啦，結果係板劈掉。第二位其實網前球質量已經出了名好嘅，但係陶田賢斗完全於唔遜色於對手，甚至有時候仲有啲優勢添。好球嚟嘅係咪？伟哥仲有机会噶，追追啦！好球啊！真系好高。守到啊！李宗偉呢個時候亦都係非常出色嘅，係啦，冇錯。好被動啊！對手機會啦！殺唔死啊！阿偉哥就喺度守，你又嚟攻啊！又一個非常多板嘅回合，
好球啊！但系桃田贤斗亦都守得好靓，哇！呢、這个好高质量嘅前场球，最后迫使李宗伟飘后场出埋底线。哦，相当嘅神反应啊！最后呢一分系，但系最。